你好，请问你要去倒？我要赶去台北县政府，还要户政事务所监理站。啊，少年呢，你要去那么多地方，是要办什么大事情？我要办老板交代的营业登记，然后还要办家里身障证明，还有免税证明。你一定不知道，台北县政府七星七联合服务中心已经开幕了，是你我方便的好出兵，可以满足你我的需求，简单、迅速又方便。我们去那里好吗？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你要办理什么呢？我要办营业事业登记证，然后还有驾照证换证，然后还有免税证、身障残障证。好，营业事业登记证呢是在三号柜台，那等一下呢，我先带您到三号柜台，再到其他的柜台办理。好，这边请。你好，你的业务都办理完毕了吗？哎，都办好了。这边呢是我们的 DM，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，里面还有我们其他的服务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欢迎再过来。台北县政府七星区联合服务中心办理的业务有：一、交通暨监理业务；二、研考业务；三、经发业务；四、地震业务；五、地方税业务；六、社政业务；七、户政业务；八、免费上网服务及各项县政文宣资料的提供。台北县政府七星区联合服务中心是你我方便的好邻居，欢迎大家多多利用，谢谢。